天我们给德鲁伊啊、不能给德鲁伊，给不给德鲁伊，给了吧，两局机会吧，我不想给三局，我觉得德鲁伊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想看德鲁伊的，所以就打个两局，又碰到这个了，也没有办法。谢谢小美最美超可爱送的66颗小星星，哎呀，来个龙，三局，德鲁伊给不了三局，说实话，德鲁伊现在真的拉垮，我觉得德鲁伊打个两局到1500就要开始认真直播了。这个数值会被削吗？嗯，希望啊，赶紧的。你别说这把可能有机会，下回合不管这个加这个，然后这个或这个，这把科技都有。这个数值现在真的是无敌，我跟你讲。你不信我说德鲁伊谁也打不过，那你打了以后你信了吗？德鲁伊是谁也打不过啊，就是德鲁伊能赢，但条件太苛刻了，就是像我这一把这个排序，德鲁伊是有机会的，当然我没有说这把我赢了，德鲁伊一定要准时科技，德鲁伊现在科技但凡晚一回合都赢不了。有些德鲁伊我看他们带那个6费4-2那个突袭那个 AOE， 德鲁伊就没有解牌你知道吗，一张修一张导演全靠吼。你看这一把我有科技还好有个修，如果不是这个修这把就没了，你想一下是不是。还好他要么出巨人要么出这个可以，就赶紧把红龙打了，这来得很好，反正不会点脸的，不给他出巨人机会，他手里面没有巨人，他有巨人这里一定会打巨人。两费巨人，零费巨人，用聪明猪2小时上传说真的快，聪明猪打这个吗？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拿个低费的能用出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给那个9412减费，这个也是一条龙，你拿那两个九费用不出去的。德鲁伊只有这种排序，准时科技准时修，接了一个红龙才能打，但凡排序拉垮都打不了。就是我说的这个排序是指打快攻啊，打慢速可能还有一点点容错率，没事撕吧，撕任何一张都无所谓，打你这个局只需要龙潮就行了。只有这种德鲁伊的排序能赢，差一点点都不行。熬过去，活到九费。谢谢车厘子的叠底色的钢铁的牌。哎呀，被牧师恶心到了，为啥呀？现在什么牧师厉害？给我说说。我很少碰到牧师。宇宙牧，真的呀？
这张牌我看没有人带的，其实我还挺喜欢的。我觉得这个牌前期扛快攻真的还可以。我没有魔法，呜、哦、他真的把我卡住了。卖呀，就逼他来解我。任何一个怪都是卖，卖到修牧师嘛。那我希望等一下如果我能搜到的话，我来看看那个牧师厉不厉害。我真的没有什么搜到牧师，说实话。巨人，然后两倍复制，再来个巨人。嗯，我下回合不管怎么样都是修，但是我修完之后那回合应该没有什么节奏，要么就是打这个，要么就是过牌，最好来个红龙，如果能泰坦法力复原过牌什么的就好一点。九费真的是有点尴尬，翻了太早了，现在说翻了还早。他解不了这个，人家出了四四，现在都带那个门呀，一个四四不就解了吗？啥意思？恐怖。还是要出，他这回合八费，如果他出个四四的门，他现在是一个二十三血，他那个门触发不了，他抽一口，二十一，还得把血量卖下来，这回合是很好机会把这个牌出了，他自己把血回上去了，卷轴，谢谢 Bleach 的爱心棒棒，哎呀，应该尬了，你这么好的三张，你想这么久。乐活的高级灯牌，哎呀，到！我觉得看一张法术吧。这法术真的拉倒。哇，这个带的有点厚啊，居然还有门啊。谢谢。稳住，可以，不死就好。每回合都活得很辛苦，这个卡组，我这个十血不稳，两张卷轴不就去了吗？两个打六，我需要抽个泰坦。保持微笑。胜利，我无法这么做。先打脸，再喉咙打十五就涨了。兄弟们啊，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，你说呢？我觉得他说的没毛病啊，我还是错了呀。这个不降的，我承认我打错了。平时主播都嘴硬，这次我真的嘴硬不了，确实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
谢谢。今天魔兽开熊猫人玩了会儿，觉得没意思，来看肥脸。感情我是个备胎，送了一个墨镜。我不爱你。啊，你没意思，你来看我，感情我是个备胎。不，他这么说肯定是闹着玩的，你认真的吗？真的会有人说这种话的吗？但凡看过一局炉石都说不了这个话，朋友，所以我也配合他呀，这肯定是来开玩笑的，这有啥好认真的，朋友，我们和你过吧，我不会接你的。但凡我告诉你青铜都说不了这样的话，他一看就是来搞笑的。是宇宙吗？哎呦，头绪发废了，一把刀，再看看，想想，谢谢石宝送的爱心爆棚。哎呀，哎呦，今天这种礼物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扎人。其实这个蛮好，但是我想锁他的费用。万物归一，你猜是奥丁，那有点恐怖。那我一定要锁他的费用，让他越玩大奥丁越好。哎，现在奥丁还是九费啊，对吧？我好像记得还是九费，没有回到八费。对吧？是九费。你不过是任务摆布的傀儡啊。加油，娜娜。要不你退了吧，迪斯一字羁绊，要不你退了吧。哎，前面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带这个，哎呦，你出来你出来，有自信的人就要带这个，懂了吗？啊，要不你退了吧。哎呀，稳住，原来他还有一个，等等，我手还有点豪华，等等，我正在手抖，怎么办？这个给他搞掉，我要出一点牌，比如说，把这个出了，因为这个还能再要一个。我起手有啥？那要两个牛呀，牛肯定是好的喽。他有刀，我先拿一个软。我还有一个牛，我可以拿这个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哈。哎呦，我这手牌确实有点豪华，怎么整啊？线都接好了，我也不是很想截你，爱干嘛干嘛吧。这手牌太多，哎呦，好痛苦，用不了牌哦。哎呦，真的痛苦，这个游戏。不好意思，迷你奇利亚斯，嗯，虽然没啥用，但帅啊。这把磨个锻造，这不恶心吗？我觉得很恶心啊，两个一杠一圣盾，这不恶心吗？对面真是个宇宙啊。十八不够哈，拳打脸不靠谱的兄弟，他万一一个修你很炸裂的。我在想我不太好出牌，这个出了吧，我暂时不爆牌，如果他修的话是还行，我手牌弹不掉，这种开了我没有牌能弹掉，就没有格子能出怪，这里就看对面修不修，这个修了没有这个蛇油是可以的。你如果被对面修了，对面站七杠七踹你，你修完以后要卡一回合，你只有一个格子，所以这里打不死战士就不要打脸，把这个七杠七解了。谢谢古笔轻杀抹残图形。哎呀，
兄弟，来爆个炸弹啊！爆个炸弹，爆个炸弹！爱你，没事儿，爆的好。对面下回合肯定有刀，所以嘲讽是要出的。看看能不能拿到啥龙，这也太弱了，哥。好弱。我还是爆牌，但是我龙能拿到。他但凡修了我，我就拿不到龙，那我又不爆牌。他挂这把刀，我是有点不开心的。他挨个砍一下，准备下一回叫 AOE。啊，你这个算盘打的是有点好啊。爆个炸弹吧，哥。这啥东西哦？我的算盘已经满了。他爆锻造就爆了呀，但万一爆娜娜也就爆了呀，我也没个办法呀，亲。还有更大把的吗？爆的好 ，Thank you， 赶紧打了，我认真的。我觉得对面是宇宙啊，他这种带牌方法，对面打过重复的吗？我不会说的。双脏鼠不对，有一个是牛里面拿的，打了两个余震，确定是吧？确定是吧？那我赶紧出了，真的哦。OK， 下一回只要不炸，确定啊，确定啊，别坑我，那我直接出了，赶紧的。弹幕真靠谱，我没记，主要是。那稳住啊，就闭嘴闭嘴，不要说话，这一次真闭嘴。好，我能干嘛呢？谁想再喝一轮呀？不是，我没牌能打，你来劲儿了是吧？好，我下一回再拍个龙潮，看你还来不来劲儿。是来劲儿了是吧？哎，两个两个，百分百百分百 ，OK OK， 你来劲儿是吧？好，拍死你，来劲儿了，就喜欢打这种犟的，是吧？上头了，但必须不解了，挂那儿，哼。What is this? What is this?我五张牌拿三个龙，八张牌，太卡了，没事儿，这个节目效果是要有的，我就让你三个格子，你加油。这个节目效果一定要打出去，难得有三个龙潮，这不打。炸一个吧，双暗中嘲讽风怒，下回合我要爆一张，爆吧，无所谓，你慌吗？我其实不嘲讽你，是这个怪要嘲讽你，不怪我。你看他们搁那儿，这个一阵风吹过，你看他嘲讽你。对面没有修吗？对面带了也触发不了，对面不是宇宙，已经确认了。对面如果是宇宙，我都不敢这么打。
果这回合我打休，对面下回合是一个非常完美挂刀的回合，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打休，打休能抢一波血。先看这个牌，这个太卡手了，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能腾掉的牌。四万，三个龙，四万。